两位台湾之光，他们再次展现球技。旅美投手王建民呢，昨天对上勇士队，中继三局拿下了胜投。红民队今天宣布呢，王建民将回到先发轮值的名单，预计最快31号就会登板出赛。而效力精英队的陈伟英呢，同样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好，在出战皇家队的比赛呢，主投6局只失掉了2分，下场前呢，这个球队还保持领先的状态。不过可惜的是呢，中继投手接连掉分，让斗手胜投就这么飞了。